农历七月鬼门开，怕鬼的 SOS 竟然也扮过鬼，趁着现在浓浓的鬼气氛，当然要来回顾当时最流行的美国鬼、日本鬼。耍宝，恐不恐怖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连查克都害羞了呢。你干嘛挤在那个缝缝里啊？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今天呢，就是欢迎收看民国89年8月2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。今天是我们的变装日，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呢，我们今天扮演的人是谁？我就是小大姑，真子。而且呢，猛的是呢，查克。哎，你到角落我吓你，看看你看不看？你不恐怖到了极点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回美国了。你身为鬼还怕我贞子？你吓到 Chucky 了啦！我告诉你，我贞子能有今天，可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从3岁开始就练习 street dance 街舞啊，才会有今天呢、啊。难怪我 Chucky 现在已经有点过气了。你 Chucky 你真的比我还恐怖哎！你知道我怎么来的吗？你怎么来的？哎，对啊，照理说你从日本来这边应该蛮麻烦的才对啊。这就要那个。拜现在科技所赐，怎么说？只要有科技的地方，就会有贞子出现。越只要你家里有电视，我就可以爬出来。那如果电脑的话呢？电脑也行啊，只要 VCD 啊。所以说，科技始终于来自人性。我还说人性，始终于来自人性。好，我还跟那个 Hello Kitty 商量了一下，请他让我塞到他的手里面，就偷渡过来。好逊哦，你躲在小孩子的礼物当中。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出产 Chucky 了，只好跟那个 Hello Kitty 挤一下。哦，真是哈。不过你现在住在美国哪里啊？是一些穷人区啊，贫民区之类的。我个人还是以伊豆为主啦。你还是住在伊豆？对，我还是住在伊豆啊。那只要有人需要的话，电视一打开我就出现了。那你会泡温泉吗？你平常？我会泡温泉啊。你不觉得我皮肤很好吗？你也是注重肌肤保养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除了左眼会偶尔流一些血的眼泪之外，我平常是生活都还蛮好的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皮肤有点太差、啊？我觉得你该保养一下，偶尔到我们日本来一下嘛，去给他那个护个肤啊之类的。对，你这种发型 OK 吗？我觉得可以再夸张一点。嗯哼，你知道身为我们鬼界的人哦，一定要够夸张，形象要很好，形象要好。那我自己现在也要注重。你记得我先弄一个最近最流行的离子烫，是怎么样？把头发弄直，应该还是有它的威严在吧？我觉得。没办法，反正我现在真的由衷的怕你，我要拜你为师，贞子大姐，你太可怕了，我可是鬼界之王呢。那你需要穿内衣裤吗？贞子与 Chucky 太逼真，是不是令你毛骨悚然？接下来的画面不是鬼，不过惊吓的程度绝对有如你亲眼看到好兄弟。金刚芭比却有柔情的一面，我觉得我们这集你要挺胸，这样才比较壮。来看我，金刚芭比，我觉得看我，没拍到脸呢。你说金刚芭比的效果？我觉得你现在太金刚芭比了，你现在太金刚芭比了，拍全身，你的脚啊，然后脚还很可爱。没有，脸要这样，很可爱的，装可爱这样。好恶哦！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播出之后，绝对不会有人追我们的。我揍你！开玩笑的。
好，你给我小心点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矛盾，很矛盾，很有反差的效果，非常矛盾。金刚芭比，肯尼怕你。金刚肯尼是谁？肯尼是那个芭比的男朋友。金刚芭比会打妈咪。我好想死了。我越看你就越觉得我也那么恐怖吗？你也是啊，你不用看我啊。而且我觉得你扮起来更加的丢脸，因为像我平常已经邪心惯了，大家就觉得哦还蛮好笑的。可是像你平常还蛮美艳的，你弄金刚芭比大哭。金刚芭比大哭。金刚芭比耍赖了。我不要。没有，你看又怎样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先生，要跟我做朋友吗？嗯。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，会哭。我也要玩，来，我先叫叫叫。好，工作一整天，腿好酸哦，回家放松一下好了。哇，好恐怖、哦、！SOS 自己丢脸不打紧，竟然还把工作人员推下海。不过说也奇怪，为什么一穿上这一身效果服，就会忍不住演了起来呢？小龙，小龙，来耍个狠，快点，说不要惹我。猛男音乐家，哎，老公身材很好啊，你穿上这件红色很好。越玩越嗨的小 S 不仅频频对小龙放电，连当天的来宾任贤齐也不放过。欢迎小齐哥，大家好，想不想吐？不会不会，我觉得你们真的蛮伟大的。女生要画这样一般都不会愿意，然后你们尝试这个。你亲我、啊、你亲我、啊、真的不敢，真的觉得太恶心，亲不下去。89年10月， SOS 暂别演艺圈赴英国游学，一向对庞克造型有相当程度偏爱的两姐妹，这一趟英国行可是带回了正宗的庞克味呢。Hi, I'm Punk Girl. 毕业的时候也是你辛苦买的吉他，你也知道庞克就是来这一套，莫名其妙发火。今天呢，我们办的主题就是庞克，怎么样，像不像英国人呢、啊？因为我们去过英国呢，所以稍微要有点英国的味道。你看，一般英国的庞克都是这样坐在路边或站在路边，然后抽根烟啊，只要有人拍照，他们就会比像，然后伸舌头，就莫名其妙的恨这个世界。对，就看到谁都要跟人家比来比去，对，然后都会。你怎么这样啦、啊？我比这一只哎、欸，我没有比出来，我只是这样啊。哦、嗯，然后他们都穿唇环啊，你看，然后还有穿这边的环啊什么的、啊。而且你看这个 T 恤是我自己剪的，你知道他们那个朋克男性啊，一定要有小肩膀，一定要有小肩膀。就是你知道那个背心爱长不短的就要这样子。你如果背心完全性的是背心的话，就不是朋克，就不是朋克。你一定要露出这么一点点的肩膀，对，才是朋克。而且他们的妆要非常的颓废，就像我这样。I hate my mom. I hate you. What's wrong with her? 庞克一般都不讲话的。妈，对啊。看了这么多惊悚的造型，现在来转换一下心情，让我们将时光拉回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年代。古装扮相的小 S， 这回扮演起珍珠港的女主角倒是挺有味道的，瞧她得意的嘞，连嘴角都忍不住上扬了。干嘛？你是不是觉得今天很美？自己很美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你就是一股那个，就是那种很，我不想要太耍宝或什么的，我就是希望维持今天一贯的那种 style。你们有发现我的脸一直不断在往上扬吗？有啊，因为一股骄傲已经出来。我看你跟我讲话就不对劲啊。对，就觉得我比你漂亮。就是我今天不太想要耍宝或搞笑，就是想要比较 lady 一点咯。有种你今天就通通都不要耍宝啊。我有种啊。不可能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天生就是血型。好没礼貌，我不想跟你玩，赶快进新闻啦。今天的哇，你们节目就是这样做，进一些 entertainment news 是不是？因为我刚从 America 回来。Entertainment news， yeah。 Your host， yeah。 Oh yeah， okay。 是 funny style 吗？ Yeah， I'm comedian。 Comedian？ Yeah。 喜剧类的。谐星。I'm not。Oh. OK， 那 please 啊，你工作不用理我没关系。神经病啊你！你干嘛挤在那个缝缝里啊？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今天呢，就是呢，欢迎收看民国89年8月2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。今天是我们的变装日，相信。是最流行的美国鬼，大家一看就知道呢。我们今天扮演的人是谁？我就是沙大姑，真实。而且呢，猛的是呢，阿平。哎，你到角落我吓你，看看你看不看？你好像在耍宝，恐不恐怖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连查克都害羞了呢。